那囡仔留学生去占这个宿舍，讲这是因的，中国的，啊占啊占啊，几啊十栋啊，啊这你拍官司，啊本来，迄高院捌判中华民国赢，但是即马，抗战年间最高院甲废弃哦，伊讲中华民国吼、哦，已经被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，所以中华民国政府诶。前前大使丧失诉讼的代表权，必须停止诉讼。那、啊、如此的裁判、啊、除了认定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之外，丧失在日本法院的诉讼当事的能力。这件事表示什么？表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，一个政府的承认。换你政府正确的承认吼，啊，这样呢会变作安怎？假使讲你若是讲搁主张吼，台湾是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会变作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安尼规个拢统一。啊，拄仔讲这错误的政策吼，比贪污更可怕的例子讲吼，全世界吼。把这个俄罗斯人、PRC 拢主张一个中国，只有一个啊！啊，全世界嘛拢承认这中国、中共的政权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。啊，若是台湾是俄罗斯的话吼，啊，俄罗斯诶，中华民国是台湾的，安尼会发生什么代志？中共若派军派这个解放军占领中华民国的时候，这什么代志？这叫内政哦。啊，若是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安尼以派兵来占台湾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内政哦。啊，你说台湾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台湾啊，有人安尼讲，是不是啊？你若是讲这个前提啦吼，就是台湾是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若派兵占中华民国，这是伊的内政问题嘛，大家拢知嘛吼。啊、所以说，如果说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话，安尼发生啥代？安就是讲，伊派兵来占台湾嘛是内政的问题哦。所以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哦。啊，这 PRC 甲 ROC 上代表中国，这跟咱台湾无关系哦。所以，当阵美国先来反对，先来支持马英九，反对这个小英啊，讲这个九二共识啊。因原因就伫遮，哦，小英是讲做，中华民国是台湾嘛，台湾是中华民国，原因就在这里，这危险性很大，如果他当选的话，危险性很大。那我们该选择什么呢？哈，这中国最近这个站门自焚哦，一个接一个，实际上今天。我再去看这个新闻，已经来到二十八，自焚的人数已经来到28个，不止25个。啊，你跳楼一个比赛嘛，你们一个接一个跳，富士康第16个跳楼的哈，被删掉了，网络上已经找不到，可能还有个补的，现在是停留在整楼里。啊，从这几个例子，这样是被他毙了。啊、这边酸伤的话，这一分比这件代志呢，用一分比来看，这边酸伤的话，应该蛮讲清楚的。啊，各家有啥问题？各有问题。啊，讲咱这个公民权利法吼，起码是要新这个。这个身份证，那身份证有这个公民跟居民的吼，啊，什么样是公民？敢不知？啊，就讲咱的迄本册内，迄本公民权利法内底有讲吼，1945年9月7日是进前台湾户籍，甲伊的后代吼。目前你台湾有户籍的人拢死啦吼，
啊，若是以后搁伫台湾户籍遐人，吼，是居民哦，肯定是流亡过来。啊，搁只，现在各位有啥问题要讨论？这个中国的医生吼，伊的维稳的支出超过3000亿吼，其实他这几天吼，3月6号的新闻吼，医生即马咧开人大，伊的国防预算是6702亿，但是伊的公安吼7000几亿，比国防较大较济，表示啥物代志？表示伊国内的问题较严重。啊，这个尽管这样情况无，所以跳了一个跳过一个，啊，质问一个接着一个，就是因为这些问题。安尼才会被算上，台湾应该是真清楚的，不过目前大部分台湾还是不清楚。啊，希望各位当把这代志，甲大家多多介绍。这个一本比这个，你在台湾主要概念。这个一本比这个，它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哈，那多少举很多例子哈，弄当有这个一本比。啊，这个一本比其实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。啊，咱的总理伊是去教这个哈，他在教这个东西。那以后我们就请他来跟咱讲这个一本比变啊什。这次嘛是你讲食毒的啦，食毒啊，没有贩毒，可能就很少有吸毒啊。我们的问题是没有吸毒，没有有吸毒的人，但是如果没有贩毒的人，这些吸毒的人慢慢他就没毒可吸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个怎么样可以戒上毒瘾，我可能就可以提供一个东西，将来。当然我们啊，我也可以经过这个实验。如果说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处理过，我自己有过中毒性肝炎，那药吃下去大概20分钟，那感觉就很。哎，啊，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，他所处理的贩毒，不是吸毒的人，大概是我说，他说我那一种药，只要。不用1-2个月，他情况就改就可以进步。这个是将来可能可以参考的，但是我。
讲那个贩毒人抓了枪毙，应该很多很多国家都有。哦，即摆咱即个讲是讲做食毒的啦吼，无讲贩毒啦吼。啊，其实这是理论是安尼啦吼，就讲就美国遐尼大个国家吼，伊就无法度封锁即个卖毒品的事情吼。啊，台湾平常要去处理这件代志啊。我感觉这中国嘛是安尼，伊家己嘛是拢枪杀啦，啊，伊敢有法度？伊即摆伊要哪用你知无？伊要用戒毒村啦。你想这件代志就好，戒毒村，伊食毒是无，他们吃毒品是不犯，是可以去吃毒品，啊，但是拢爱，即马讲爱去戒毒啦吼。但是戒毒村这件代志，甲想一下吼，啊，一若台湾安尼四万人爱去偌大个戒毒村，啊，你爱围墙无？啊，你爱建筑物无？啊，你爱人去管无？啊，你迄个戒毒你要摕啥物食？买什么疗程？只爱开偌济钱，伊钱伤济无底开啦，所以用这安尼，伊是形成法律案哦，通过的物件，要安尼做。他讲戒毒时间是三年啦，吼，三冬，啊三冬就会好吗？会好哦，咱较早嘛拢判五六冬的，啊嘛拢同款的。你若讲讲，就咧食薰安尼嘛，你薰第一日无食就艰苦，啊，若等加几个月了吼，就是可以忍耐的程度，安尼迄个瘾就慢慢就好了。毒瘾是跟那个情况一样，是直接性的。所以戒毒瘾也有人戒成功啊，不是，就是反正就是离开过个家，在一个限制一个环境，让他没有毒瘾，让我一去怕想嘛，不要见有一样多一个。他们的四盒啊、五盒啊，他们一时间变得凝过去，还慢慢减少那个毒瘾的发作啦。你咱嘛知影讲，这个再贩的是高成贵，嘛是一摆哦，那内底几啊个会当改啦，是无唔对啦。但是迄年是加关9000几个，哦，加关9000几个，所以你要期待他改，就是不太可能。不要想这条路了，个别的可以的，但是政策上不要这样做，这样做哈，你是开大钱也无好。我阿伯看够三分钟。谢谢。起立。起来。又困早就。